夸张财神，十几万跳不起来，太猛太猛了，又没有压很多，1500炮、2000炮、3000炮也没用。所以真正升没了呢，神奇。等待一下开分，莫怪输甲袂爽，就是安尼。2000炮的足济吗？跳袂起来，干伤的啊吧，伤神奇啊！哦，先球跳一个洞跳起来了。看一下是不是垃圾倍数，勉强接受拼连跳。哎，预言，你有在玩吗？哦，你玩苍天。可是那台感觉就是被开得不错。换关，换个讯号好一点。他乖筋较好耍，来遮随动伤你阿妈，讲他乖筋阁无遐歹耍。哦，这真正耍无啥个。长是底足大个。
该嘛是会捞两百万吼，捞两百万搁集火看卖，四栋全开，等一下再集火，希望可以跳起来，暴击一下。魔物猎人月下雷鸣，准备狙击。没挡头，不再跳了。直接集火锁定，瓦关，你那一台应该会打到天井哦，把它打出来，看一支牌看看，看会不会进去激斗上，还是突然冻结很爽，我打过600多转冻结。有人放300多啊，然后我想说好，我来撞天井看看，600多转突然冻结，然后漏6000多，超爽。嘿，看这台哪歹算，我拢看袂落啊。咱台挂阁有消遣娱乐的感觉，这台真正会惊呢。太伤害了吧，真的就我说一抓了，不然我就要点了。对啊，真正才一只而已，伤害等下慢慢点点看啊，输家的钱，咱还挂伊另外一间耍干阿久尔，搁小可有消遣娱乐。啊，来遮无偌久，10几万随加了，伤害，安尼哥哥歹跳啊！哦，这个影片真的拍不下去了。你试看拢几毛钱？狂咬猛咬。
我要跑了。好，好啊，好啊。玉伟，你那个，你来玩一下。